颗粒绒是什么材料呢？颗粒绒就是羊粒绒，又被叫做摇粒绒，它是由大圆机编织而成，织成后坯布先经染色，再经拉毛、梳毛、剪毛、摇粒等多种复杂工艺加工处理。面料正面拉毛，摇粒蓬松密集而又不易掉毛起球，反面拉毛，毛稀疏匀称，蓬松弹性特好。羊粒绒可以与一切面料进行复合处理，使其御寒的效果更好。另外，摇粒绒有素色与印花之分，素色摇粒绒根据个人的要求不同，可以分为抽条摇粒绒、压花摇粒绒、提花摇粒绒等等。此面料花型新颖别致，颜色丰富多彩，格型自然流畅，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。羊粒绒也可以做床上用品、地毯、靠垫等，多出口到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加拿大等国家。